你跟长辈一起种植书。如何透过植物栽种跟社区长辈串联情感？园艺治疗师林明好细心教导社区志工。我怎么样透过植物让他去做辨识？他艾草，小时候都用过呀。他在生命中有记忆，脑部的促进和认知的促进，很实用，而且也富有创意。从无到有，然后甚至如何把这个媒材带进去跟长辈。做生命的连接是一个很重要的。这边有淡绿色，也可以，也有这个白色。彩色胶带也能带动长辈创作独一无二的花盆。从事社工20多年了，林明好，由于父母双双失智，他才决定中年转业，投入父亲生前最爱的园艺世界中。因为我家里的爸爸妈妈失智了，我觉得我们要预防老化、预防疾病、预防失智这一块，植物是最好的一个陪伴者。老师的亲和力是非常好的，在教的时候，他还会示范给大家看，要怎么样去带这些长辈。看到栽种的植物可以带给长辈嗅觉、触觉、味觉等五感刺激，让长辈露出心满意足的笑脸。林明好期许自己要继续教学，把送绿到家的幸福感带给更多长辈。大爱新闻学林道明高雄报道。